第一题，两人出去约会时，是男生应该要付钱还是各付各的呢？哇塞，这个来有选项。好 ，A 是两个人的财产分开，所以要各付各的。B 是男生扛起照顾的责任，当然是男生付啊。我觉得是 A， 然后大家应该都也会选 A。好，你觉得 A 的原因是你自己觉得？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提倡什么男女平等，然后有些男生就会在那边叫说什么啊，不是男女平等，你们女生怎么怎么有没有这样就很像他、欸，有没有这样子叫？而且你对不对？你在看别人，就是这样啊。有这个、所以我觉得我个、嗯，但我个人是的确觉得说各付各的是健康的那个啦。嗯，但是感觉现在社会大众也都是提倡各付各的感觉。对对，以男生来说，他们可能也会这样想。嗯，对。越轻哦，现在是 life 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哦 life 当然是 B 啦，绝对 B 啊，男生扛，绝对男生付啊，男生扛啊，嫂子那边打肿脸充胖子哦，灯掉下来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吃宵夜也是你付吗？我付啊，怎么嘴软呢？通告费直接拿来垫这样子，OK， 没有，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就算财产分开，男生还是要就是要大方一点。就是，即便女生说啊、哦，我们大家可以各付各，可是男生你还是要先表示，就是你是有能力照顾对方、嗯。我觉得这对男生做样子，所以假装掏钱包。普罗大众，你现在会选 A 是不是？你觉得你现在民调觉得他们会选什么？对，族群应该是女生比较多，那我觉得应该还有分析哦。分析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觉得 B 啦。好，来揭晓民调是哦，对，是 A。A 是 61%， 然后 B 是 39%。 不是匿名吗？大家在盯什么？王静有请。他刚说想打你，他说他不打女生，但他只打王静哦。我先听一下那个、那个、Hugh 的声音有点。有啦，我们先打一下地板，现在看。啊！可以吗 ？OK OK。哎，这个姿势会不会太常做？有在深蹲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真的痛！来下一题 ，Q2， 男女朋友的手机要随时都能给对方看吗？选项有两个 ，A， 当然要啊，资讯透明公开，不能有秘密。B， 不可以啊，我的隐私请经过我的同意。就是我是完全资讯公开透明的，就是、這個、假的，我是完全这样。现在盯吧，没有，这個、我是发自内心，可以。好，现在手机公开 LINE 第一则讯息，会不会太公开？有，我知道，有可以 OK。第一手机拿出来，第一个讯息一定是跟经纪人说，哦，我到了。Oh, OK OK。我内心是 A， 但是我为了要打王靖，我选 B。我觉得普罗大众会选 B。答案是 B 一样。好来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一模一样，因为我心里面当然也是想 A， 因为我会觉得说，虽然就是我很 open， 然后。我也很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有隐藏我一些什么东西，但是自己手机被看的那种感觉又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说为了要公平，那我选 B。好，你自己会选 B， 对。那你觉得社会大众呢？现在的妹啊们，我觉得应该还是 B。这真的难选，我只能说我希望男朋友是 A， 我自己是 B。不公平，双重标准，打。有没有改答案？好，我改，改，你跟我一起 A 啦 ，A 啦 ，A A A A， 揭晓网友民调喽，请看，啊，哎，不，哎 ，A 30%，所以是 B 获胜70%，一下想打嘞，我都可以啊，一下会有真的，等下最近有一下不行啦，最近有要露一下的节目吗？还好吗？没有人在打一下的啦，太荒唐了。超荒谬！来，意象师，来，请行刑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来，一、二，好看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你打到蝴蝶袖、啊，是不是打到副乳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是蝴蝶袖，抖了一下。你打到蝴蝶袖。